家里的地板地面脏脏破破，短时间又不想换新的，赶紧来试试这个拼接的地毯地垫了。隔冷防潮又美观，客厅卧室铺上暖和又洋气，光脚丫都没问题。现在厂家年末促销冲销量，全都3块钱，30片不够，还在送20片了，十几个花色可选，随意拼接裁剪。这冬天才刚刚开始，怕冷又爱干净的姐妹啊，赶紧趁活动给家里备起来吧。现在谁家冬天地板还没用这个地毯啊？我们家现在啊都在铺这种绒面地毯，软乎乎的，踩在脚上舒服又保暖。刚好月底清仓了，全都1块钱出了，从来没见过这么便宜的东西啊，真的是捡到宝了。会过日子的姐妹们赶紧给你家里用起来吧。冬天卧室里的地板又冷又硬，可以用这款拼接的方块地毯，大小随意拼接，隔冷防潮又美观，还可以防止小孩子摔倒磕磕碰碰。现在义乌厂家年底大清仓了，1毛1片，5块钱50片，哪块脏了洗哪块，光着脚在家里走也不怕冻脚了。爱干净的姐妹赶紧给家里备起来吧。